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。东京都港区赤坂站日本桥站附近和食居酒屋的工作。工作内容包括厨房与前厅接待。入职先从厨房开始入手。正社员提供签证支持。目前定员是1到2名。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22点半。月薪是23万日元到32万日元。